很热。哇塞，好开心！东京车站里面有冷气耶，太棒了！刚刚新约线那一段比我想象的还要凉快。快速的来绕一下。上次买的夏天的小熊，好可爱哟、吃素面的，可爱。买好吗？买好吗？看得到海洋尖尖的。来怎么没有看到电车去哪里搭、看到了，从这里搭。这里过去是饭店吗？这边看起来是一个商城耶。哇，来搭手扶梯，这又是什么？那边有一个照相照片馆哎，我忘记带头上那个了。为什么高中生不用上课？生气。要去系的人还不少哎。现在在狂刷 standby pass， 好美哦！哇，迪士尼也开满了向日葵。我从入口沿途狂刷到这边都没有拿到半张，伤心。开心，还是没有抽到任何的 pass。就是这一家，我想要的东西都有。好きなブラスレアシングでつけ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、マシア。那这个杯子也有图样哎，好棒啊！然后这个好小哦，比我想象中的小很多。好想配啤酒哦，我舍不得吃。一定要
要买的。不能激动。看到他跳出了几次蛋都没刷成功，心脏，啵咯啵咯。哎，我第一次玩这个哎，然后我进来的是一个人的通道，哎，一个人就前进的很快耶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去等下一个，再去坐船。超好玩的，有一瞬间会看得到外面，但是太可怕了，又没看清楚。天哪，我好开心哦！我居然抽到了，嗯，还蛮可爱的。3500，太贵了。好漂亮哦，3400啊！好开心，我现在好犹豫，因为我的pass是到从现在到8:45，所以我在想说要不要看完晚上的秀看一点点，然后再进去新园区。现在看到什么都觉得是彩色的，好开心哦！刚好路过啤酒，行吗？先。天哪，太顺利了，刚好路过啤酒。我本来想要排在这边看夜晚的秀，但想想不行，迪士尼真的太大，我走去那里大概可能要15分钟。今天先不要看秀好了，来去新园区。天哪，安娜朵艾丽莎在哪里搭啊？这里是欢乐的彼得潘，可惜这次没有缘。这里是长发公主吗？我问了一下，说在那里要往那个尖尖的。天哪，这里面也好大哦！等我出来的时候，商店应该也关了吧？啊，超美的，可惜有点拍不起来。来了，《冰雪奇缘》，我来了，通通都没人。この先で確認いたします。Please go in your seat. 请拉上安全带。こっちだよ。
戻してもらいたいの。夏を大家说做完这个会想要哭，那商店不知道有没有开，感觉应该是这个方向，因为听说就是在那个饭店出来就可以到了。真的是超美的，啊，太棒了，商店还有开。啊，我想太多了，商店进不去了啦。好疯哦！我要不要明天晚上再来一次好了？好吧，来回家吧。出国又好远哦，第一次这么晚还在迪士尼里面。嗯，哇，真好。啊，这个给谁的呢？哎呀，老师，等我，等我，等。好像在参加演唱会。商店好像还可以进去耶。哇，有有有。这里有新园区的商品耶，因为这次彼得潘我没有做，我想买冰雪奇缘的。这应该也是小精灵的。这还是干嘛？难道还买一个盘子当纪念吗？2000吧。这个呢？2000，这是长发公主的，好可爱哦。我想要这个盘子说。糟了，好想买哦。3400，这边是长发公主的，好可爱哦，这都超贵的。天哪，不行！刚刚看几个价格都太坑钱了，这虽然有点心痛，但是个人感觉就是只有这个了，买个当纪念。啊，超疯狂的！9:20，我还在迪士尼里面。真的太疯狂了，原来大家都待好晚哦，开心有搭到。天哪，现在回家还要再花大概2个小时。可爱的小情侣，就是那一台新园区样式的车没有搭到。好香哦，而且有软软的，嗯，好酷！最近在干嘛？哎呀，我一直被他这样看。
真的好好吃，完全没有过夜的感觉。我要去的店就在一家我很喜欢吃的黑轮附近，真的很喜欢新桥那边桥下的感觉，真喜欢这种一堆居酒屋的巷子。予約時間前のご入店はできません。はい。あ、好涼快哦。バイ。上次復古でお刺身。傻眼。烧肉。葡萄柚的很好喝，对，我也觉得葡萄柚比柠檬的好喝。この車のすぐ後走行中で、また右は次の発車でございます。あ、いやはい、かわいい、はい、はい、
是猫咪的东西。1600，不贵耶。有粉色我就买了。可爱的杯盘们，看了心情也会变好。万圣节。说日本没有月饼，只有月见汉堡。哇塞 ，monkey 这是狗的，什么意思？气质布拉多罗，还有这个月见卡士达布丁呢，感觉很甜。这家好便宜哦，好便宜哦，这样才99哎！天哪，也太便宜了吧！好大包哦！哇塞，好便宜哦！心情不好，刚刚一个人去唱歌，声音都哑了。我现在新家没有烤炉了，不能烤鱼，就没喝咖啡了。第一次看到这个纳豆哎，熊本。好久没喝这个了，闺蜜。少少的刚刚好。那这种酱油不好不好吃。算了。要减肥，听说这个很好吃。都是万圣节的东西了，这里真的比较便宜耶。太有初心的耶，这家会便宜的原因就是酒没有冰啊。蛮好吃的，说好久没买了，好好笑哦，太大了吧，红吗？居然有这种柠檬饼干呢，吃一起过。这区。都是日本人从小吃到大的，这
这样就好了。嗯，这还不错耶，我有七包。都忘记我的车停很远了，傻眼。